Kangaro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睇下今个礼拜有咩重点经济新闻先，唔该 ，I 女。GameStop 之后轮到白银。近期 GameStop 美股代号 GME 上演史诗级协淡仓大战，散户合力血洗大鳄，成为全球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散户大军其后将战线蔓延至其他资产，并瞄准市场规模$500亿的白银市场。随着沽空大降，加上散户炒风收敛 ，GameStop 股价近日开始回落。周二、二日更重挫60%，跌破$100关卡，两日累泻72%。美国网上交易平台 Robinhood 再放宽 GameStop 交易限制至购入上限为100股，令其股价在周三、三日回升7.51%至$96.76。周五、五日 ，Robinhood 撤销一切交易限制 ，GameStop 腾飙近78%，收市升19%，报$63.77。有见散户在股票市场受到限制，美国讨论区 Reddit 旗下股票讨论区 Wall Street Bets 网民将净购目标转为白银。他们认为银行一直压低白银价格，估算经通胀调整后，每安士应值$1000。网民号召买入银条银币以及与白银挂钩的 ETF， 大大刺激 ETF 于上周五1月29日创下15年来最大单日净流入额。同日，全球最大白银上市交易所买卖基金 iShares Silver Trust ETF 选择权合约价格交易量达到310万份，其白银持有量破纪录，暴增约3400万安士。在亚洲交易时段，国际白银价格上升超过8%至近半年高位。自上周四1月28日计，累升逾10%。本港白银交易亦受带动，本地一号白银曾升至每公斤7000元以上。白银期货上涨，相关公司股票亦告抽升。在港上市的中国白银0815、金猫银猫1815均录得双位数升幅。有别于 GameStop， 银价受惠于全球量化宽松以及工业用需求增加，价格于过去一年已累涨50%，因此看好白银的机构与投资者众多，外界相信协淡仓热潮不会长久。果然，银价周一、一日触及$30.03，创下近8年新高后，部分散户沽货离场。加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将白银期货保证金提高17.9%，以应对异常的市场波动，加剧银价跌势。现货银在周三低见每安士$26.26，显著回吐逾9%。回到香港股市，承接上月超过3100亿元北水流入气势，大揭港股周一层反弹700点，扭转连跌4日跌势，全日收升609点，报28892点，成交达2018.95亿元。恒指连续两日暴跌，周二最多升618点，全日收355点，收报29248点，港股总成交约2262亿元。周三港股反覆，收市报29307点，升58点，主板成交2210亿元。周四、四日港股跌过532点，随后跌幅收窄，收市指数报29113点，跌193点，主板成交2398亿元。周五收盘日，港股升势乏力，曾高见29495点，其后升幅收窄至175点，升0.6%，报29288点，成交额2393亿元。全星期累计上涨1004点，升幅3.6%。国企指数报11569点，升5点，或0.05%，成交743.01亿。红筹跌9点，或0.23%，报3972点，成交157.43亿。内地股方面，上证指数报3496点，跌5点，或0.16%，成交额3973.92亿。此外，市传阿里巴巴、9988旗下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集团获准重组，将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，面对与银行类似资本要求。
消息刺激阿里香港股价周三尾段闹腰倒升，升幅 0.38%， 报261元。好，今日睇到呢度先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Can girl.